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的 PowerPoint 上面哈、哦，有写到了郑丽君家族，那他们过去赚红钱的历史。所以我们要先问，请问新内阁的郑丽君，那他是赚红钱的家族吗？他们是一个红钱世家吗？这个台湾居慈跟东莞这两家子母公司，过去虽然曾经有人提出过讨论，但是我们今天是第一次出示了哈厂商之间的报价单，来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个所谓的东莞方策电子公司，它实际上面是台湾居慈在大陆的白手套，它的功能就是当今天啊这个郑丽君的先生不方便用自己的名义来在大陆赚钱的时候，用这家公司去帮忙台湾居慈销售他们的产品到中国大陆。好，所以这家子公司仍然是母公司在大陆的白手套。在股权调整之后，这家母公司从来没有停止利用子公司在大陆赚红钱。我们可以看一下2021年哦，已经是非常新的。2021年3月，这家子公司跟大陆苏州的某一家公司的生意为例，他们出售的就是台湾居慈的产品，而这个产品的承认书只有在封面上面这里有写到方策电子，剩下所有的包含在涂装品的测试方法页，在出货的检验报告以及出具的材料安全规格表上面，文书当中所出现的全部都是母公司的人员以及母公司的 email 伺服器。这足以见得子公司只是母公司在大陆赚钱的白手套。我们可以看一下上面的单子，这是2021年3月的时候的所谓的承认书，这里即便有写到子公司的名字，可是在他们所出示的出货检验报告里面可以看到，在这里上面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居慈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所以这家所谓改名之后叫做方策电子的，它只是成为了郑丽君的先生西进大陆赚红钱的时候的白手套。我们看下一张，这个也一样，这个也是当时提供的相关检验单，他们所贩售的所有的产品，包含检验单、所有的资料、所有的报价单，上面写的是谁？是居慈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这是他们所贩售的相关产品。好，再下一页，一样，这个所谓的产品单上面，一样写的是居慈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所以我们刚刚告诉大家的，你的子公司在出货的时候，除了产品承认书上面有写到自己的名称，剩下在涂装品的测试方法页、出货的检验报告、出具的材料安全规格表，全部都是写台湾居慈。除此之外，我们还独家取得了多份的客户对账单。我们看下一张，这个可以看到所谓子公司的业务员，他使用的 email 完全是母公司的信箱。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某一家，好，我们因为各自的关系把他的名称涂掉了，某一家公司，这个是东莞方策电子有限公司向某一家在大陆的大陆的公司提供的报价单，买的东西就是我刚刚讲到的 TAF200 台湾居慈的产品。好，这个报价，这个对账单应该要是由所谓的东莞方策所填写，对不对？可是你看到这里所谓对账单制作的 email 的部分 curie.com.tw 写的完全不是在大陆的子公司的 email。 我们可以看这是台湾居慈的网站上面写的，他们的经理的 email 后面伺服器的名称就是 curie.com.tw。 所以这足以见得在对账单上面的资讯明明应该是子公司应该是要独立运作，可是他们的对账单出具的时候包含制作人员的 email 都跟母公司是完全一致的。所以这也代表了
郑丽君的先生是这家台湾居辞的负责人，他对于东莞方策电子有限公司有实质的控制力跟影响力。我们看下一张。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东莞方策的负责人曾经一度也是台湾居辞的负责人，而在2017年的8月之后，沈学荣就是郑丽君的先生，又重新回到了台湾居辞，继续担任母公司的负责人。我们看下一张。所以我们把整个家族的关系图做给大家看，让大家知道郑丽君的家族是如何的在大陆西进赚红钱，透过子公司作为白手套。郑丽君跟沈学荣是夫妻，一度把女儿沈毅作为台湾居辞母公司的法人代表，而沈学荣的亲信是胡佩丽，曾经担任居辞台湾的负责人，后来成为东莞方策的负责人。而台湾居辞跟东莞方策的关系不只有他们双方的贸易，它变成了东莞方策变成了台湾居辞帮忙销售他的产品到大陆各大电子厂，成为白手套的一个管道。所以它的流程是这样，它的金流是台湾居辞卖给东莞方策，东莞方策再把台湾居辞的产品卖到大陆的电子厂。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东莞方策所出示的对账单，它上面制作对账单的人的伺服器的 email 一样是母公司，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台湾居辞对于东莞方策是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的。各大陆的电子厂付款之后，钱到了东莞方策，东莞方策过去跟居辞购买商品，等于是中国大陆的钱又这样子流回来，回到了台湾居辞。而他目前的负责人正是郑丽君的先生沈学荣。所以我想这张图是非常清楚的，让大家可以知道，过去虽然曾经有人质疑过台湾居辞跟东莞方策的关系，但这次是台商看不下去，主动的找上我们来爆料，踢爆一直在2021年、2022年都持续的用台湾居辞利用了东莞方策西进大陆赚红钱。所以下一张，好，不止一张哈，我知道大家很喜欢这张图，我们就把它放上来哈。不止一张对账单，我们手上有的，但今天我们先把其他的两份对账单先遮住。我们先来听听看郑丽君家族他们对于自己涉入了这个收红钱这样子的一个产业链，他们有什么看法。下一张。所以我们有三个问题要问郑丽君家族。第一，东莞方策是不是你们家族的居辞公司进军中国大陆赚钱的白手套？第二，台湾居辞对东莞的实质控制令是否打脸了过去郑丽君所说的五官？第三，现在郑丽君又要担任行政院的副院长，请问台湾居辞的负责人沈学荣要不要辞职？要如何切割清楚台湾居辞跟东莞方策之间的关系？那这三个问题，我们希望能够请郑丽君做说明。